咩人请坐好？唔要请坐好。唔要请坐好啊！好啦，我哋而家睇图书啦。Story time， please sit down。No。Please。No。我哋每日都有一个 story time 噶喎、哦，你自己拣一本书，你睇边本？有第一天上学，有 A B C， 有亲亲天赋同埋三只小猪。好啊，咁你坐喺 yellow 等等度啊。你哋玩啦。你哋玩啦，好呢、這个先，你喺呢度都得。好啦，系、啦，好，小心啊，睇唔到你个头头喎。够了，好了 ，Let's stop。妈妈 set 咗 timer 响咗，我哋唔可以，妈妈整好了。好了好了够了够了 ，say 咗 hello 啦，好嚟啦。呢本书书咧叫做 Norman Miriam， put it here， 坐低先，系啦，见唔到你嘅头发，好啦。咁咧呢度佢就封面上面咧就有啲咩 alphabet 喺度啊，你话俾妈咪听。A B 冇喎、啊，冇喎、啊，得 A， 仲有咧呢、這个咧 D 這個呢、這个咧呢个咧呢个系乜嘢？我俾妈咪知。呢样专心啲嗱，如果唔系妈妈 stop 噶咯喎，嗱妈妈 stop 咗呢个噶啦，如果你再系咁样，咁好啦，妈妈 stop 咗佢先啦。Yeah.